你知道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吗？就是你们的信任和认可。每天早上八点，我都会准时起床。在开始工作之前，我会先看一眼手机，看看有没有新的客户留言或者订单。每当我看到你们的评价，我的心里就会特别开心。虽然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是想到你们的支持，我就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。所以我要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的信任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我会继续努力，给你们提供更好的服务，让我们一起加油吧。